快点啦、啊！爸爸，你说公主请上车。皮痒了。你说公主请上车吗？天快要下雨了。哎呀，你就说公主请上车嘛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老头太气人了。你别笑。一个人。你干嘛？他看手机。找他，小心点！哎呦我的妈！一个人，帮我洗一下。养兔让我洗，找天马手机。咦？哇！等下，哪些得扔呢？有看见我的钱吗？没有呀。嗯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干嘛？你就说，你还说？哎呦我的妈！这是招手。起来！起来！哎呦！我出去一下，你等一下啊！哥哥给钱，谢谢妹妹。小朋友，爸爸，背一下表演。好啊，宝贝真乖。
妈！看哥哥了吗？够了，够了。哥哥有好吃的给你。勇敢的向前走，你看，谢谢记者。那道光会越过黑暗，打破一切恐惧，找到答案。有人怎么又吃包子？天天吃包子。我吃包子，吃什么？我不想吃包子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要吃串串。哎呦我的妈！吃，这是刀子。爸爸，你给我看。为什么我叫？哎呦我的妈！多少岁月已流走，多少时光一去不回头，刻在我心中你的文字到永久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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